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在你的心内，你有一个梦想啊？我唔知对细汉到即马，你心内有一个真水的湖，你一个愿望要实现伊啊无？因为亲爱兄弟，每一个人的人生无同款。所以，请爸爸妈妈，你唔通将你的价值、你的想法强压伫你的囝子、爱你的囝，活出你的形象，活出你所爱。因为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，每一个生命有伊的目的，有伊的意义，有伊的存在，有伊的需要，有伊的梦想。唔知你。这个生命，你有继续活在伫咧探讨你家己生命存在的价值、意义甲需要啊无？为着迄个梦想，你伫活；为着迄个梦想，你伫追求；为着迄个梦想，你伫咧受苦，你阁欢喜受苦。因为这个家，你有看到对面了一个小朋友都伫遐。那是一个伊拉克的细汉查某囡仔，你知伊拉克即摆战乱真厉害，侪侪失落、性命、财产。这个婴仔，这个小朋友无爸爸无妈妈，但是伊真欠过的是伫伊的性命的中间，伊真愿望有一个妈妈甲抱咧，会当甲抱咧困。无妈妈的人，要安怎有人通抱咧困？无可能，那是一个梦想。所以，伊就伫涂骹画一个妈妈的形，然后家己就困伫遐。伊的想象，伊已经困伫妈妈的怀抱，因为一个查某囡仔，伊一个渴望。渴望母爱，兼在这世人伊得袂到，因为生的妈妈已经无去了。但是伫人生有真侪人失落爸爸妈妈，家在行入来教会，伫教会内面伊找到真侪爸爸妈妈，亲像安尼伫咧疼伊，甚至比家己亲生爸爸妈妈搁较疼伊，搁较无伊。亲生的爸爸妈妈无去了，伊有一只大汉，伊会当成做一个疼心的妈妈，然后去关心、照顾、陪伴伊家己生的囝子。一个梦想存在，有人会为着迄个梦想直直咧追求，为着伊吃真侪苦，伊欢喜，因为伊毋忘迄个梦的实现。因为唔知你今仔日伫受苦，你有你家己心内一个价值甲梦想啊无？有人伫咧问耶稣，上帝国啥时临到？啥时？上帝国当伫啥物所在临到？因为这个问题到二十一世纪来，还佫真侪人伫咧问耶稣当时来伫啥物所在来？耶稣两千年前就已经甲你讲啦。上帝国当时来，伫什么所在来？无人知，连囝也唔知。所以你若搁听到什么一挂非洲来报道家、韩国来报道家，然后讲上帝耶稣基督要来啦，伫倒位？你说你唔免信，唔免听，拢假先知的声。上帝国伫倒位？当时来？耶稣讲，上帝国也不伫遐，也不伫遮。耶稣讲，上帝国伫倒位？上帝国伫你的心内。上帝国伫你的心内。哪怕是上帝国伫你的心内，你心内国度，你心内梦想，你心内水，无人抢会去。无因为你的经济，无因为你伫即份工作有损失，无损失。无因为你外在环境，无人抢会去。那安尼，上帝国
一个美丽的国土，一个美丽的关系，一个美丽的生活环境，唔知你有啊无？请问中秋，你有享受中秋的快乐？有享受中秋的团圆啊无？中秋来了，中秋我记了。偌侪人，偌侪家庭，偌侪亲友，中秋无见面无代志，见面了煞全咧冤家，见面并不是团圆。上帝国若真正伫你的心内，唔免中秋，你家己的心充满喜乐，充满感恩，充满平安，充满甲你身边的人真和蔼，真较无会当三角亲分。迄、那个时，上帝国已经印在你的心内，你要讲阿弥陀。所以耶稣给咱的一个真水、真水上帝国度，大先是讲这个上帝国度在倒位，在你的心内。我望我会当陪伴我的是大人，我高中的是我的老母无去了。我著家己立一个决志，讲，阮老爸真有个性，阮老爸袂听阮这任何囝的声，伊家己有伊真强的主张，所以我只有讲一项，趁伊还佫认为伊有法度的时，我著出去了。但是当时若找落去，无论上帝交我偌大的责任，我拢会随时伫遐放掉，完全放掉，我著转去陪伊，陪伊到伊转去。老母我陪无着。其实老母嘛是伫我诶，将上要紧诶责任交我，只是讲我最后迄个时刻，老爸我要对头陪伴过，迄是我心内一个梦，死到了，伊伫挨骂啦。我想今仔日就连温哥华诶朋友来相找，我拄则我离开温哥华，但是我已经五年前我甲社会讲，我当时离开。虽然伫遐，逐个人唔甘，就是五年调整生理情绪，五年后我真正转去，无少就无代志。为了这个，我家己厝内，我的囝真需要我，我嘛讲实的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要转去陪我的爸爸。因为追求心内梦想的时间，是遐无少一切代价。安尼表示你所付出的代价。并无比你心内梦想搁较大，唔通袂记耶稣伫咧讲的，着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。迄、那个国，迄、那个义，比你身躯失去所有伫咧想的搁较大，搁较要紧。你有真正有伫咧为着迄个无？你心内有迄个无？上帝国甲上帝的义伫倒位？有伫你的心内无？迄、那个国，上帝国绝对是公平、正义、三定、平安、感恩。其实，即个你若真正会当甲落实伫你现在的生活，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一个上帝国，但是耶稣当咱伫咧祈祷的时候，伫咧讲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伫倒位啊？伫地面，亲像天。耶稣当咱的祈祷是讲，爸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地面就是伫你的家庭，地面就是伫你的婚姻。第二就是伫你甲兄弟姊妹斗阵的时，第二就是你甲你的家人三亲的时，第二就是伫你的生活的环境。上帝啊，我甲目睭个，我的生活的环境落实，就是充满你的疼，充满你的温暖，充满你的信任、相信。因为你甲你身边的人若无法度通相信，你就无可能上帝。伫正啊，遮耶稣伫咧提醒咱个大心求伊个国甲伊个义，伊个国甲伊个义，就是甲上帝所爱个甲伊个条，做出上帝所爱和上帝，然后上帝满足你个需要。我常常伫咧甲人开玩笑，要得到是大人个财产咯，毋通一日甲人讲爸母啊，甲我所用伫咧互我。你若直直讲爸母啊，将我所应得了我，甲许多人的关系做得真歹。
互相引起互相的了解，伊就信主。唔知你到底是咧诱惑我这个士大人，还是要伫我的财产？我得到士大人的财产，其实是个士大人无大好势，照顾好势，陪伴好势。士大人自然，你让伊有安全感，你让伊一切满足。然后是讲，就自然将伊所爱的留你甲伊死。耶稣咧教咱，你嘛，咱要安怎大声求上帝、国上帝伊，大声抓牢上帝所爱。你这个只，咱搁一摆，耶稣讲上帝国，唔是伫遮，唔是伫遐，上帝国临到，上帝国伫倒位。在哪里？咱的心内，在咱的心内。所以，下早起我要鼓励咱家己，你对即马开始，你爱去超车，你爱去画一幅图。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年龄的阶段，你爱去画出迄个上水的迄个梦。然后，你一世人每一只目睭闭开，你就是咧追求。唔忘记个梦到迄个时真正实现，唔忘记个梦真正到遐，你真正享受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你欢喜为着伊吃苦，欢喜为着伊付出。少年人，我咧期待我心内有一个梦要实现。然后我少年人，我着安怎准备家己？我成长的过程的中间，我欢喜吃苦。啊，吃苦当作啥物啊？吃苦。啊，迄个对少年人伊个实现梦的过程。所以你的心内的确爱做一个梦。我感谢上帝，我国校毕业迄个暑假，六年毕业迄个暑假，我甲上帝做一个祈祷。上帝啊，阮爸母无注重读书，我若当遐伫个厝内，也无一块桌仔，读书桌仔也无一个台灯，啊，我是。就只有提出来外面，当我伫咧读 A、B、C 教家己，爸母人看到的是伫咧老爸人看到。你唔去玩草，你是当我伫咧读啥物？读册食的呢？所以叫我来去参。我想讲，厝内人安尼吼，阿哥本来公家常常咧冤家吼，上帝我做一个法，将来我大路要做牧师，因为阮教会五济教会，即摆叫做大中间教会。奇怪，伊咧教会内面咧牧者哦，唔捌冤家哦，我看见。啊，做一梦，啊，将来我要做牧师。后来我做牧师。我虽然毕业的时，我做一个梦，我家己做一个理想的梦想咧追求。唔好钱，我出国去读书。后来图书馆的馆长，朱国平。牧师，甲我行几只过，进在，你将来你要出去做读册，我靠，有可能啊？无钱啊，无事啊，结果我无可能啊！你想看卖，你英语有75分以上无？有啦，80-90分尔。你着真严肃甲讲，你爱准备准读出国去读册，你靠可能？啊，思考，总归讲要考英语，我着考，啊，着领一个名额，着出去。然后我注意我个牧师娘讲，哎，今日当过，佫予我另外一个9个月，我读一个博士回去看，好可能全世界好可能迄一个博士9个月，9个月吼，我真正摕一个博士，遐个教授予我骗，下当个是世界纪录，9个月摕一个博士。人生，即马问题是你有食个物件，佫来呢？有名要创啥物？你咧做啥物？伫你个手咧做啥物工？伫你个人生你咧追求啥物梦？你个存在有无人因为你得到福气啊无？就伫心内开始拢直直直安尼想，到底咧想？后来我讲，我要做五分钱，啊，佫无几年，我五分钱袂了。啊，即摆我转来到这个家，我感觉我转来伫遮。我要到三江台湾，台湾毋忘我心内有一个国度，
我嘛无论我行到倒位，我咧三甲伫咧拍拼，台湾行行顺顺变做一个水师，台湾行行顺顺毋免阁有战争，但是毋免战争，毋是惊战争。我变做水师，的确大有一挂物质的物件伫开遮。我伫温哥华，温哥华够水，全世界上好大个所在。伫遐绝对禁止污染的产业就要到迄个所在，你知影政府偌大个胆识甲志，偌侪世界的投资要对遐去，无就是无，因为遐污染真个土地绝对无就是无。因为咱台湾需要即款个政治家，迄、那个所有原点爱对心内开始，毋知你个心内。敢若想家己，你的心内敢若想，是这个人的歹，彼个人的歹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心内若拢在咧想，什么人的歹？你太无聊了，你的生命太低级了。上帝给你一个生命，你太快跳脱去咧。我若讲要幻想，我是我人生有太侪幻想，跳脱，全部跳脱。因为耶稣跟你讲，上帝搁伫倒，上帝搁伫倒。心内啊，你要安怎样？真正伫你的心内画出一个真水的国度。你若注意看这个家，耶稣讲上帝国就伫你的心内，迄、那个心内是原文，是起来希腊文，心内佫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伫你中间。阿邦就被尊就，迄、那个意思是甚物？上帝国除了是你家己个人的心灵的世界以外，上帝国，上帝国的福气，是人甲人和谐相处的事。所以你甲什么人来当真正三甲欢喜、快乐、感恩三甲站起，三甲富足。在迄个瞬间，上帝的国、上帝的祝福已经在遐了。所以，上帝的国在恁的中间的意思，那是一个群体，那是一个群体理想、群体利益。上帝的国在你的心内，那是个体，对个体到的群体，因为那是一个梦想的追求。那今仔日这个上帝国的人才，在第二年，亲像第二年。上帝的人才在你的生命的中间，上帝要想出你，主要所祈祷邀请你，不是你会答袂答，是你不会答尔。你拢每一个人，你会知记伫遮，你有受这个邀请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走进耶稣基督在邀请你的那个国度跟未来吗？有一个。即卖人拿钱拿门结婚，啊，才有一对青年人，男的39岁也未结婚，女的38岁嘛也未结婚。你知影讲即款人，若逐摆到中秋啦，逐摆到旧历过年啦，转来到庄卡到厝啦、亲族啊遐，逐个人拄着的时，当时要阮食鱼子啦，当时要带来阮看妈咧，有啊无啊，要等偌久啊？你边仔迄个年龄，大家人最爱讲阿嬷，你啊，到到即久，你啊无一只猫，到底你是？因为食到即个回来，那也不见歹势啊。咱中间若有坐，我毋是咧讲尔，是咧讲即个故事。好，啊，女的38，男的39，有一日拄啊，因拢伫公司内面真要紧，做啊真大，一个伫高雄，一个伫台中。后来，这个公司总公司有一个大，伊个要紧的干部的一礼拜伫淡水的演习营，这个要紧的干部去真好的旅社旅馆，那么一个演习营，那因两个都啊坐伫隔壁，一礼拜一时暗时，一时暗时，啊，迄个到暗来有一个部无代志，因就两个收了去淡水。淡水渔人码头，他们还经常行。啊，两个行咧，啉一个果汁，啉一个咖啡，两个人煞过来煞怎啊？
逐日出去，搁过半年了后，甲厝内人吼，啊，搁传返来互对方看，大人欢喜个，哇！当时要结婚，当时订婚结婚 ，OK。即一年后，生一个 baby， 过九个月了后，甲阮医馆共款开始会白啊。故事从这才开始。一日透早，做先生的太太已经真久了。无人哩，我迄个物件太下，今日头创创的，甲叫我久啊，拢也袂记。迄个先生透早真正爬起来时，就伫个甲太太交代，迄人物件真久无创，迄个早起拄啊心血来潮就来创的。结果，伊伫个创的时，一通电话来，后边电话来讲，无人，你今日办公室，你讲遐订单问题，请你今无做，今日处理者。伊遐物件放咧，走伫去冲伫身躯，有啉啉一个了，然后车就开咧出去。后来佫我佫倒转来，我就是讲太太，迄、那个客厅内面了有一款物件，我倒去收一个。哎，无好好好，你进去。哎，就去啊！我拍算到九点外电话来，金总监用联好信在接。边个到边个去个时？看到太太抱迄个囡仔，跪伫遐哭啊！伊嘛看到迄个囡仔，规个面拢变色。伊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迄罐的物件，粉红色的是迄个高度的迄个化学药剂。囡仔看，伊醒起来时看无人，啊，就呾哭呾白白白，看到遐一罐的屎，怎灌落去？一句话变色去啊！你若想讲一般的查甫人，食到四十啊，才一个宝贝仔囝，一两娘家族的宝贝仔囝，一般的查甫人即个反应安怎？一般的查甫人即个反应安怎？那是你变安怎？那是你是迄个太太，先生甲你交代。你看，好好好，我会去做你经济。后来，伊嘛当地也是做代志，你知影查某人的工作做袂了，一件一件单直直刷去，刷到要骂家己袂记的。叫伊起来时，看到囡仔哇怎个啊，过来来抢救。哎，迄个混乱的状态，因为你若要，你要检查你基督徒的性命，你要检查你基督徒。信仰的程度、信仰的品格，不是伫普通时啦，在伫发生代志的时，你安怎样伫咧做反应？迄个时代咧，看你基督徒的内涵，看你基督徒的信仰到底伫你的内面，圣贤的规矩到即个位置，你结偌济？在伫迄个时，啊，毋敢知，即个先生在伫迄个时喏。一年痛前都拄选到长老，所以迄个时拄啊伫咧操练长老，就想讲啊，我这长老啊面对这要安怎？伊去到伫急诊室的时候，无随枪去，伊徛到远远的所在，感觉咧整理，怎感觉做一个祈祷，伊会当想到伊的太太惊尔，伊嘛当知影讲太太食到这个味。过去啊，这个家太太帮是真为着起做两个人的未来，两个人太太真用心，所以可能伊想着可能太太做到袂记去。开始伊伫咧做这个祈祷，伊咧想家己长老的心，当伫这个是要安怎的事？伊迄个祈祷多好，伊想着上方面想着，伊祈祷了了，伊惊我去，伊太太真正哭到跪伫遐的时。我去怎啊加满嘞？来讲四个字，讲打人安那边，打人安那边，什么意思？亲爱的，我爱你。打人安那边，你知影迄个干吗？
哭甲真惊吓，惊伊的大哥大官，惊伊的爸爸妈妈，惊伊的翁离开，惊伊为了婚姻怎为了安尼跋去，惊这个宝贝囝要怎安尼死去。妈妈伫迄个时，太太伫这个时，惊到唔知要安怎的时，无打算一先生来，无甲这边。太太关灯心转，人咱的两个人感觉大好。刘英，你想，这两个阿妈母未来感情是较好啊，较歹？较好啊，较歹？哇，绝对较好，绝对较好。感谢主，迄个囡仔后来一救救回来。经过一段时间，稀释处理囡仔复原，阿妈母感情就变较好。因为这个先生家在我伫迄个时选择真好，通过这个互伊家己内心开始伫个内化，内心伫个妄想，内心伫个实践信用，对个人的内心然后转演化到底，甲身边的人的关系，甲家族的关系，上帝都伫倒位。上帝都伫你内心，你内心还有迄个渴慕，还有迄个渴慕，还有迄个渴慕，真正你要带入个伫一个环境的下面，然后唔是干那心想、嘴讲，你真正还有行动去去做。所以这个信仰绝对是一个行动的。好的撒玛利亚人，伊绝对是用行动，听需要付出代价。你知这个撒玛利亚人停落来，伫咧救人的时。搞不好，伊都爱摸一个影，查某可能搁伫边啊，下个晚都转来抢，做甚物物件？因为咱伫咧讲的上帝国，毋是干那伫未来。上帝国，咱是伫咧讲的是这个上帝国。爸啊，我你个可能到，伫倒位啊？第二是明天。所以这个国是会当落实的，是会当摸会着的，是会当带伫内面享受的。这个国度上帝国，上帝祝福的国度是现在会当说到的未来。上帝的国，亲像好的撒玛利亚，人民问耶稣讲：“我着怎样做才会当入上帝国啊？”耶稣就讲这个故事，好的撒玛利亚人，然后讲：“你着照你去做，你着照你去做。”因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干那坐伫家听，伫当厝的伫咧灵修祈祷。基督徒的信仰是。通过你的所心内所想、心内所想，然后通过行动去去做、去追求。啊，你的教会当变作一个上帝国啊！因为我教会到因为你伫遮，所以来到伫教会，卖当啊咧找人的问题，卖当伫咧找牧师的问题，卖当伫咧找这个教会倒位做无够。啊，人伫咧讲教会倒位哪人做甲？迄个人所做的是我的学习，迄个人所做无够好，也是我的补足。大人在补，大人在学习，大人向前直直行。你的厝内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所有这些物件，我想，这个是咱大人的这个信仰。那为迄个耶稣来讲的讲，不是每一个国称呼我主啊主啊，拢会当一天国。独独。实行我的天父旨意的教会，实行就是去做，去做我的天父所爱的旨意，咱才唔知咱是天国。伊一来的时候，做人讲主啊主啊，我唔是奉你的名传上帝，是先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做做信者吗？主耶稣讲，我唔怕恁，恁这最怕的人，最怕的人包括拢无最好，所以最怕唔是干那讲最怕害人。真侪时阵，咱无去做外派，但伫咱的生活，咱得失真侪人。伫咱的生活，咱互真侪人艰苦心。迄痛的所在，就是上帝国现在的所在。而且特别耶稣伫咧讲一句话讲：耶稣咧讲一句话讲，我若借着上帝灵魔鬼。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恁啊！耶稣讲，我若借着上帝的灵赶鬼，遐有一个人，互鬼附身，真艰苦，
迄、那个性命直直陷落伫一个真大个痛苦、惊吓、不安、家庭真混乱。耶稣讲：我奉上帝灵赶鬼，甲即个人、即、這个人个思绪、甲即个人个恐慌、甲即个家庭个不安，规个拢甲赶出去，互即个家庭重振，互即个家，互即个性命重新稳定，搁会当做贡献个时。耶稣讲：即、這个就是上帝神甲你同在个机会。安尼，上帝国的人才是一个看会到的。上帝国是你的手在做什么工？你的手所做的工来当起造人，你的手所做的工来当予人得到平安、得到欢喜。你的手伫咧做的就是上帝国实现伊啊。那安尼，比如我要来讲，今日礼拜刷了，你有三个所在当去。我问今日你礼拜刷了，今日你会当是六楼？去上圣经课程，今日礼拜三，你嘛会当落去一楼。你若夜未落去一楼，到参与祭三整理的人，我们忙你用二十分钟去遐斗三工。连咱遮个物件要送你到非洲，我感谢这礼拜久，这礼拜来到位，无拍算讲哦，各所在你知影咱人知影，咱英国到位有伫咧收济吼。物件对台北、对基隆、对高雄、对各所在直直寄来，透早到暗拢直直送来。咱若无开，礼拜两外到两，恁就欠到一大堆。今仔有人安尼大直直派入来，恁去遐手去到遐分伊，乱拢有遐混拢当啊。因物件寄来都几堆。咱感谢有真侪兄弟，伫这个遮到处都无怕从咱即摆所有的纸箱拢了。所以搬到落面，阿在落阿临时搁订。咱原本二十笑的，迄、那个货运货柜，即摆二十笑，连伊都满，连三连五工二十笑的都无够啊！物件有够多，将机啊、电位仔啊、电位张落木梳啊，即遮尔多要安怎？伊哩物件寄到一大堆，所以即摆直直在啊。拜托，来当咱即摆无想啊，所以你来当到即一日啊，踏踏规个，今后拜二拜三，四拜礼拜，再搁有人搁订起来。后壁物件有够多，所以咱即摆变做四十七。咱只要要甲遮个物件，咱用袂着的，咱用袂着的，咱要甲送去到非洲。通过咱安尼做，咱中间差不多都爱为着遮个物件要送到遐，要三十万。无要紧，咱着逐个人三角来。伫迄个过程，让爱转动，在那里就是上帝国的灵现。你知影？厝内囡仔有三万千无米，无鞋通穿。摕到咱的物件，晓偌侪家庭，偌侪爸爸妈妈，偌侪父母，感觉欢喜笑，感觉人咧哭，你会当看到上帝国就在哪里？你会当读上啊？那无，也搁一项，你若对整个社会会起做负担。礼拜三，我师搁伫县政府头前遐，遐医生界的医生联名。因叫牧师，哦，牧师，你一定爱来演讲，所以我十一点以后我就来演讲。毋忘台话，地位，即句，昨我市长叫查某囝临时爱我去，啊，伫遐见到一挂县政府的人，即段时间甲县政府的人伫咧讲话，县政府的即个局长东西已经伫咧透露一个信息，牧师我到。当台话，伊即句也无法通达标，所以无法。院长即摆动摇咧，但是面顶直直施压，面顶直直施压。院长即摆搁动摇咧，但是内部已经一个心理准备，因当时若达标，达到迄个标准了后，即、這个许可证都爱发。即个院长够可惜个人，安尼直接讲，咱们底下红龙，咱个底下我改红龙。我请所有的人，我敬佩彰化区遮的一挂医生联名，真正，恁甲所有遮的诊所拢办的，为着彰化区所有市民未来的生活品质，我甲遮的人致敬，因付出为着追求彰化未来搁较好，因付出代价。咱要讲，若要追求一个搁较水，咱迄是一个高标准的生活品质。毋是咱个一个上基本的要求。即个许可证来发落去了后，你查到还要几十年。你查台化即摆毋是为着台化化、台湾化
像化江面，即摆已经是有江面。因即摆是咧烧生烧生炭，烧炭伫咧发电。因伫咧烧煤炭伫咧发电，卖互台电。即几主要毋是用纤维伫咧烧，即纤维已经了钱啦。即几是咧用炭伫咧烧炭伫咧制造电，卖互台电，主要咧趁济啦。炭是烧炭是上毒的一个物件之一。刘一讲，彰化这个问题若解决了，咱彰化变做古业要发展的，咱是一个真整体发展的真好的。台北、台中这个满，过来的规规划上有发展的所在，规划出来是上水。咱伫咧梦想，咱的子孙是踮伫一个安全、清气、光明、正义的所在。你会当创啥？愿上帝的神、上帝的国充满你，在你的心内，在咱个人、咱人的群体的中间，然后这个国度的确来付出代价，付出行动，同心来做对。愿着我的心、我的神、我的意念，拢献伫悲伤在你的手中。愿主耶稣你的圣洁，成做我的坚持。继续带阮向前行，愿圣神伫阮的内面不断点着化一个火，互阮不断伫咧追求上帝国，活伫我的内面，活伫每一个人内面，互阮的生命有一个国度的追求，大家人拢活甲真快乐、真有意义、真活力。我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圣名。